来看天气如何喽。现在大家来到台东的多良车站，可以看到好多游客都已经出来了。主要是因为这几天天气真的很舒服。从温度上来看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各地都是多云到晴，低温落在22度，最高温也可能是在30度左右。而这样子啊，舒爽的好天气，大家要把握了。因为明天开始呢，会逐渐转为东风，所以西部地区位在背风下城区，温度会明显上升，趋势图来看是有比较高一点，高温都在30度以上。 那会不会下雨呢？这个周末北部跟东部会有零星降雨，那特别要提醒到的就是包含了在山区还有南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，所以大家出游一定要多加注意喽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